想游，他这两三天一直问我不是你不是要陪他游啊？我没有，因为昨天下雨，然后昨天又没有时间，然后前天我们好像出去了，昨天去了，下午去了一下，趁着空档去了一下。他其实之前去的，还是你搭去？没有时间，不知道九点。你想去游，我想去游。我要吃冰淇淋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你要喝吗？不用、好像不是同一间，但是跟墨西哥菜都长一样。我猜这个是香草，我吃香草。我跟你讲，都超大份。干嘛？真的超大份哦！吓死了！然后吃的有点……结果是榴莲。口味啊，香草吧。他们说会不会是榴莲？应该不可能吧？美国有榴莲吗？啊，吃个什么样的？你们猜是什么口味啊？是芒果还是香草呢？可能是芋头吧。为什么芋头才有异国风情？不知道芋头是什么？插罗啊，有英文的。三组，香蕉。你这边两汤什么头？你这边两汤什么头？橄榄。然后公布了，我吃不出来。我吃不出来。你不想吃吗？还好吧。吃什么？这也是蓝莓味颜色。什么肉燥？哎，我吃不出来什么味道。哦，芒果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芒果应该很明显。这颜色很香草啊，很芒果那么黄哎、欸。香草。芒果、欸，他们有芒果。我这两包就巧克力、啊，恭喜我。哎，你看那巧克力啊，我才插那颗。可以在那边。嗯，好吃好吃。但是我怕草莓，我不喜欢草莓。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。看起来就是草莓。看起来是什么？抹茶吗？抹茶是粉红色，下面还有一颗红色。有茶是洛梨的，又是洛梨，好可怕！洛梨的，他们是很爱洛梨，就是那种青菜，青菜狗。教学。然后我觉得什么叫 mochi 啊？因为日文是 mochi 啊，只是他用英文念完就变 mochi。小博士。巧克力。那我要插一颗。好。选一个。你快，你猜猜看什么口味？我猜是不是蔓越莓就是草莓。我猜是草莓。下面应该是洛梨。没。结果是樱花口味。这个吗？应该是抹茶啦。比较特别的水果之类的，蜜蜂怎么是绿色？
麻辣世家，麻辣口味，麻辣口味也蛮好。麻辣不是台湾的，是瓜吧？都有英文了，那么多苍蝇。还有一个草莓，还没吃啊？没有，也没有人说我们吃饱了。对啊。那应该是草莓吧？这个还最初步，还不错。它不就是那种便利店可以买到的？都在你眼前了，就是。包包嘞？你喜欢背包嘞？坏啦、啊，怎么坏了？线又断，不是线，怎么什么都它？它线是同样的方式坏掉。就没有花点时间在那边，他会很焦虑。其实这边人动作都很慢。帮我结账。他定位了吗？不用啊，他们会过来啊。Old Town。那你说坐船区的那个，那我结就好了。眼神是这样。刚刚我在听。墨西哥餐厅。墨西哥。就这样。墨西哥文化。会到我们？会有人戴帽子吗？应该会吧。真的假的？会有人秒杀你。那有热狗那种。超级可爱，不要再提热狗了，不要再吃热狗，我们两个被热狗惹毛了。热狗受害者，热狗发生什么事？很好，毕竟就很贵啊。对啊，我们两个都花，我们两个都花超贵的价钱买一个这么小的 seven。Seven 的热狗，他发现我焦虑了，对，他发现。我有点懂。说什么？他想说你要慢慢来，没有慢慢来，他不想等、啊，他不想花十秒钟等你，这就是美国人态度。他们自己可以慢慢，别人不能。哎，妈妈要到那边做饭。他觉得这十秒他可以做别的事，他可以做出一盘餐，走回他的爸。哎，他这消失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慢慢来啊，他不是说要回天啊？这个黄金也是 Q 的，这是吗？是啊，黄金有白色。我今天看到两只白色的，对啊，好像在美国比较普遍。超 Q， 白色的，小黑，小黑，小黑也有一小黑，有小黑，我都这样子。好爽。